6月9日 Stability AI 旗下的图像编辑网站 ClipDrop 上线了 Uncrop 功能，与 Photoshop 的创意填充一样，能使用 AI 无缝扩展任何图像，由 Stable Diffusion XL AI 模型提供支持。一起来看产品均的实操对比。上传一张图片，修改画布尺寸，点击下一步开始扩充图像。如果不满意，可以再次生成。效果差强人意。再来看 Photoshop， 先修改一下画布尺寸，然后按照四个方向逐步填充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 Adobe 完胜。